接下来提供给您更多关于 Future of TV 的消息。英国音乐辨识软体 Shazam 成功开发辨识用户正在收看的电视节目技术，这次获得电信营运商 American Marvel 投资$40,000,000，渴望将来可运用在未来电视上。提供使用者制作互动影音的网站 FlixMaster 在行动装置上亮相咯，以 HTML5 为基础，不需下载 APP 就能够透过浏览器观赏并点击互动连结。针对 Opera TV 平台发展， Opera 宣布将推出 Opera TV Snap 技术，并且与全球第二大线上影音网站 Dailymotion 合作，将使旗下网站会员可以直接将影音频道内容借由此项技术转达成为智慧联网电视，来吸引更多观众。iTunes Radio 即将在今年秋季推出包括影片广告并内建在 Apple TV 系列的苹果产品中，这意味着苹果将会第一次在电视机上贩卖广告空间。Intel 开启智慧型电视服务，向美国专利以及商标局以 OnQ 名称注册，预计将推出智慧电视机上盒。